家早，大家上班辛苦了。无党籍议员候选人张光仪站在路口处和竞选团队向选民打招呼。他虽然没有党的后援，不过凭着两张创意看板让选民印象深刻。在鸡肉饭店家旁边挂上超大看板，还特别推荐鸡肉饭很好吃，让不少人误以为是老板要出来选。另外，因为云林政坛张荣卫、张立胜家族根基深厚，张光仪说曾经被误会，因此在看板上还特别标上不是每个姓张的都是地方派系。我们前一阵子也深陷一些疑虑，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无党籍，是不是要挂其他政党出来选？那我们就特别的强调说，虽然我姓张，但是不是每一个姓张的都是地方派系。资深议员周秀月66岁，当过3次议员，这次不走传统路线，推出科技广告文宣 Q 版卡通口罩，大受欢迎。他扫了就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政绩，就是大家抢着要，有的还追出来。另外还有罗志强团队主任陈芳莹，这次也回家乡参选，为了不让选民误以为是空降参选，还特别穿上夺六高中的制服排看板，拉近和在地人的距离。阿公阿嬷现在在云林呢，也就80岁了，因为独子独孙的关系呢，所以呢，我更能够体会到我们出外北漂游子的心情，所以很吸引这个年轻人，不错了。云林县议员候选人个个卯足了劲，花式竞选，拍创意广告看板，推科技文宣，就是希望博选民眼球。三立新闻廖宜德、谢云珍云林采访报道。来看到陈时中现在。